上一次拍植物肉汉堡的时候呢，有观众留言说，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要来吃麦当劳的汉堡压压惊。今天的一分钟呢，就是吃这个汉堡，倒数三秒就开始了，先把它打开好了，怕等一下剩菜一直掉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us。哟，今天的一分钟切就是一分钟吃完一个麦当劳的法式芥末香气堡，你照抄，开始哦。酸甜甜哦，看起来很可以啊。嗯，我吃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